讲到关怀弱势朋友，嘉义市玉峰宫三十号由主任委员蔡辉宏率领着党干事伫庙前亲自发送救助金以及物资，总共有十三间慈善机构受惠。嘉义市玉峰宫本着玉峰上帝天公祖慈悲为怀精神，每年将救助的物资直送嘉义县市，实际帮助着上艰困的弱势团体。玉峰上帝慈悲为怀，关怀弱势，玉峰宫发送当年救济物品，历经伫庙前由党干事亲自发送，总共十三间慈善机构受惠。玉峰宫主委蔡辉宏表示，秉持着天公祖慈悲为怀精神，特别伫过年前发送物资予该县市弱势机构，伫未来也会继续投入公益活动，要予该市的爱心满满。王总吼，受了玉帝众神的指示，讲吼，一冬吼过年，即冬令救济甲即个七月，吼，即个全普遍来发放即个因个家个落主户安尼吼，啊，受了，即拢是方信真摕来吼，啊，摕个十二个单位予人安尼。届时玉峰宫伫每年拢会举办两届救助活动，一个物资发送予该县市育幼院。教养院、弱势团体等十三间慈善机构，而这一届发送金额总共580,000，物资也比以往增加1500公斤，预计将近500人受惠。新闻台民间记者采访报道。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让您带着走，一次满足所有需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请快去下载哦！旺 TV 数位电视。